小罗伯特·唐尼一直是漫威迷心中无可取代的超级英雄钢铁侠，是创造漫威宇宙功不可没的元老级开国功臣。而网上一直盛传汤姆·克鲁斯曾和唐尼竞争过钢铁侠这个角色，但一直未获证实。而近期阿汤哥也听到这个传闻，并立即表示自己从没接下过钢铁侠这个角色，自己超爱小罗伯特·唐尼，而且无法想象这个角色是别人来演，他诠释得十分完美。很多影迷很好奇，没演过超级英雄的阿汤哥会不会考虑加入超级英雄的世界。对此他表示自己不排斥任何东西，自己拍电影考量的是对哪个感兴趣，可以学到什么，贡献什么。看来阿汤哥能否加入要一切随缘了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